音网红黑犬酱，因为模仿《黑暗荣耀》里的普贤镇而人气攀升，也不时会在抖音开直播与粉丝们互动。在她最新的一支影片中，老公首度入镜，却被部分网友酸长得像河童。日前她发气发文反击酸民，搭赞老公温柔体贴、幽默且情绪稳定，网友们不需要觉得老公配不上自己。此外，老公的身高有188公分，平时出门还比她注重形象，会让自己看起来干净整洁，只是拍片当天自己化了全妆，而老公在外面奔波一整天，看起来当然会比较憔悴。她加码晒出自己7年前与老公的合照，她因自己曾整容过，老公也并非现在那么沧桑，两人都是在一起后逐渐改变。黑犬酱强调老公的个性超好，也非常尊重她，两人相处的7年以来，对方从未忘记过每一个重要节日，平时也很细心照顾她，这些举动足够说明老公的好，也打败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男性，霸气表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她另一半品头论足。Bye.